天要介绍的牌是 ARS Deck 那一样是一副在台湾本土制造的扑克牌，那设计师是日本的伊兹米。首先从红色的看起，这是它的牌背设计。OK， 这两个是扇子哦。好，像这样子，非常漂亮、舒服，而且还算是蛮有风格的设计。那这边你会先看到是黑桃 A。那剩下的牌则是跟一般的扑克牌是一样的设计。好，那这边特别挑出鬼牌让你们看一下，跟黑桃 A 上面的花纹是很像的，很相近的。OK， 两张 Joker， 然后 Joker 的图案是一样的。那除了红色以外，也一样有蓝色，这两个是比较经典的配色。除此之外，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，同时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，它是有点偏黄橘色，它不是那么的亮黄，它是偏黄橘色，很漂亮的一副牌，拿在手上会很自动的吸睛。OK， 像这个样子。那它的手感是稍微偏硬，比 Bicycle 偏硬一点点，所以耐用度上绝对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手感也是非常的棒，很多魔术师都用这个牌在做演出。如果有喜欢的话，再欢迎洽询808魔术店。